10年前，我做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创办一家国际，实现毕生梦想。10年来，我致力于打造这样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可以令到那些有梦想的人，即使他们没有条件、没有经验和方法，但是在我们的帮助和支持下，他们可以实现梦想和人生价值，他们可以改变命运，拥有幸福人生。今天，在我们自己取得成功的同时，我们还要去帮助更多的伙伴实现梦想。但是这还不够，在我们有了一定的财富基础以后，我们要关心和支持慈善公益事业，我们要钱到、人到、心到，去帮助更多的人。我们要创建一个爱的家园，在这里可以为每一个心灵遮风挡雨，在这里我们要用爱照亮每一个人的明天。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将爱的星火传递给更多的人，感召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的爱心事业。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和尊重。因为我们不仅要拥有幸福人生，我们还要活得有尊严。这就是我愿意为之奉献一生的梦想。他是一位造梦大师，点燃了无数人心中的希望。他是一位圆梦大师，改变了成千上万人的命运。他是一位身体力行的培训大师，公众演讲和培训授课超过1000场，受益者达数百万。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企业家，多年来热心慈善公益事业，并以实际行动扶危济困，回馈社会。他是一位知行合一的思想家，他集百家之长和亲身实践，将教练技术与直销文化完美结合，创建了顶尖的教育培训系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行业精英，屡创奇迹，声名远播，被誉为行业的黄埔军校。他被誉为立功、立德、立言及一身的行业泰斗。2004年，他创办一家国际，实质打造圆梦平台，创建爱的家园，并愿意为之奉献一生。一家国际集团于2004年3月28日创立，在全球设有超过20家子公司，经营的业务涉及化妆品、珠宝、旅游、电子商务、投资、地产、金融管理、教育及高科技产品等领域。一家国际拥有自己的研发中心，包括萃取中心、实验检测中心和世界一流的专家技术人员组成的科研团队，经过多年的研发，开创了人类细胞衰减控制领域的新纪元。一家国际经过10年的稳健发展，拥有强大的实力和良好的口碑。一家国际立志要将企业的核心品牌曼妮打造成为全球抗衰老第一品牌，并凭借抗衰老领域的巨大商机和无限潜力，打造最佳的个人创业平台，帮助更多人实现梦想和达至成功人生。2014年4月25日，一家国际集团被授予21世纪至尊企业大奖，曼妮系列产品获得21世纪至尊产品品质大奖。一家国际集团创办人、董事局主席郭炳廷先生获得环球企业总裁大奖，并于4月26日在吉隆坡金马皇宫受封为拿督司礼。一家国际拥有简单高效的系统运作模式，卓越的领导团队，极具竞争力的商业模式和顶尖的教育培训系统，打造最佳的个人创业平台，帮助更多人实现人生梦想。自企业成立伊始，一家国际一直热心慈善公益事业，并鼓励和带领事业伙伴积极参与，尤其对资助教育、消除贫困等公益活动格外关注和投入，
一家国际在马来西亚成立分公司，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投入100万令吉成立一家爱心基金，开创马来西亚行业先例。一家国际作为一家跨国的国际企业集团，始终为了打造圆梦平台，创建爱的家园的伟大愿景，与广大合作伙伴携手同心，共同发展，一起开创未来美好的明天。